9:30的四平路。走不动哦，下雨。那么，这个呢也是实现了体育界一项强烈的立法期待。有像我们音乐早餐几个主持人，比如说小郭在场外的，对吧？嗯，他就负责在场外负责虚，负责虚是什么？虚头巴脑的小郭，每天给我们报天气，哦，好冷哦，他都要比听众多穿一件。然后克里斯呢是负责在那边啊。这个关心我们，对吧？啊，阳光，可爱的天气预报员。而小畅呢，就是一个就非常作的一个女。我怎么作了？这个、你不要太爽朗哦。作妇的形象。我怎么作了？又来个作妇，这。控制，掐自己，欺骗我的。
那这个历史新高。那么第二块呢，部分的这个家居这些以次新为主的啊，在五月份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。那么这一轮在这个点位呢，我说实话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趋势持股啊，在这个地方也不建议大家再去盲目的加大仓位，因为我觉得在这你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哈，民法典1176条自甘风险条款呢，说的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，但是学生在校参加体育活动呢，可能会是一种降学的安排。校园体育的问题和自甘风险条款可能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。那么苏州大学的这个法学院的教授赵毅他就指出说，对于自甘风险条款的一个补充，校园体育呢更多的是用民法典第1200和第1201条有关教育机构责任的条款。那么校方是否承担责任，关键要看他是否做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。那么他认为说，法律啊永远都是抽象的，那么具体的使用还是需要法官落实到具体的案件的过程当中。但是上述条款呢，有利于他树立一种这样的理念啊，就是说体育活动有一些伤害的可能，就是不可避免的，也不能够去苛责学校或者教育机构去承担更重的一个注意的义务。出太阳了，又出太阳又下雨，这就是夏天的感觉。